衣服上那样子的色彩，就好像是一个阳光的人一样，都是很开心的对待每一天，他能够感受到这个衣服的祝福在这个当中里。让拿的人或看到的人，看到我的创作的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有亮点。所以有亮点就是说，他可能在使用的时候会有很惊艳，会有哦，原来他可以有这个功能。我有觉得是一个责任的心态去做这个部分，所以我希望可以保存这个工艺，让更多年轻人知道。其实槟榔树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呢，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像从槟榔树干到树叶到槟榔鞘，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透过自己对台东的体验跟生活的那个经验，然后可以用他们的作品为我们的环境说话。